红中医药电台，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感谢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生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阿恁这侪侪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咱这个电话由阮小学董树林定请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那么要跟阿宏联络，嘛是同款，用这个电话吼，台北电话。这空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来，咱来看这两天啊，吼，这个艺人张神伟，那么这个险险啊，就贪啊，什么叫做贪？不是贪污的贪啊，险啊嘛吼，都贪欢的贪啊，啊，长党的枪术，气度这个废地吼。来，咱来看内容，这是《中国时报》台北报道。张善伟因为不明病因离岛，啊来入院，18日伫咧长吼。那么诊断出肺的压迫到这个算讲两骨脊椎神经啊吼，两骨的这个神经。昨暗8点。在国泰病院紧急来开刀，手术进行，张的在面书发文啊，希望讲还有机会继续带欢笑，和节目的恁，并且组织不好了，
让阮老爸老母小妹啊，这么担心，哦，我实在是真不好，真对不起。啊，经纪人表示啦，因为这个状况哦，昨有较好转，哦，那么神经内科、内外科以及到心脏科的这个医生，为因进行了联合伊的这个会诊，怀疑讲，怀疑哦，哦，唔是确定哦，怀疑哦，可能是这个次数伤过头多，才会安尼啦，什么伤过头多？就是吼，最近哦，因为算讲节目较无闲，啊，你就知影，即个艺人拢要轻松一下哩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、去整骨啦，吼、哦，去整骨，啊，伊无讲倒一间啦，吼、哦，到底是一般的脚底按摩的，抑是即个算讲骨髓馆的，吼、哦。嘛无写出来哩，所以阿方无法度通好吼，啊来判断吼。即、哦这个伊敢若讲颈椎伤过头频繁吼、哦，啊即马西医有一挂即个啥物啊物理治疗的吼，迄、哦、就是学校出来哦，迄伊拢有牌哦，哦。迄个即个中医诊所同款，吼、哦，啊挂号诊断一遍，啊会当去做六遍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颈椎啊，吼，颈椎啦，吼、哦，啊所以毋知是讲去迄落颈椎，吼、哦，啊伤过头频繁，吼、哦。也造成的时阵，安产生血的压迫到这个神经啊。那么，伊因为进前因为工课的这个量真大，哦，啊来颈椎哩，哦，那么医生怀疑讲可能是这个次数伤过多，所以引起安尼生的就对了。哦，啊这哦，啊这就叫这个。这个什么啊，较过啊，既然较有证据啊，医生伊诊断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都这个佫较过啊，啊，你用乱搞伊管呢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这毋知啦，这都我都讲都，伊也无报倒一间啊，也无报骨髓馆的，也无报骨报这个脚底按摩的嘛，无报我即马在讲的，迄、那个物理治疗的，迄颈椎师啊，迄有哦，物理治疗师哦，哦，物理治疗师有哦，哦，迄是即马。即马了后有学校的吼，也教出来啊，吼啊！即马在咧这整做啦，吼、哦、啊！教的时阵呢，譬如讲，到这个物理治疗师就对了啦，吼、哦。那么经纪人专属医生的这个讲法啦，顶尾为胸部甲腰。吼、哦，腰部充满着哦大量的这个血滴啊，是安怎？啊，啊若安尼，唔知切割的时阵安尼啊，一挂龙骨拢，大块啊拢出血就对啊，唔则有可能规蛇，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那么必须紧急动刀啊来摕出来就对了。吼、哦，啊若无及时，吼、哦，啊着医生你着知影。啊，拢安尼啦！啊，若无及时啊，退出来吼，啊，严重可能会导致个吼会瘫痪啊！你是毋是安尼？凡说后摆就敢若中风的一脚一手，凡说煞拢袂行，再来讲，医生拢嘛安尼讲，我对毋对啦？那么开刀过程，吼、哦，医生曾经出来讲，讲这个病情就对啦，表示讲手术顺利啦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底有影一地啊，两地嘛毋知，对毋对？爱就讲规个啊。伊就讲规条啊，对不对啦？讲较严重的啦，啊无后摆，对不对？那万不伊真心啊，第一出手术台死哦，讲哇，你这轻轻啊，咁要手术才巧去哦，对不对？家属就抗议啊，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那么手术了后，吼、哦，爱静养一个月啊，到三个月啦，吼、哦，这医生的这个算讲医术就对了啦，吼、哦，医生范畴就对了啦，吼、哦。因为短期内已经无法度人录影，嘛无法度做主持，这个东升吼、哦、绝对无单纯这个节目啦。
那么长得表示的哦，那么可以先休困一下啦，哦，伊买不买个波浪，哦，啊，等你回来就对了，哦，这部也这个安排这部人是安尼咧讲的，哦，那么由这个小顺啊，加这个满意啊来主持啦，那么这部方面将要做调整啦，哦，伊嘛演出三日。我的这个自由年代吼，经纪人伊表示啦，可能吼建议讲，这个剧组吼先修改到这个剧本啦，吼，比如讲安怎讲啊，某人哇，某人伊都拄好有代志，吼，车祸啦，啊，无就安怎啦，吼，啊，即马已经吼，啊，这也是讲情况不明安尼就对啦，吼，剧本安先叫安尼改一下就对啦，啊，暂时唔知，啊，伊遐就继续搁演啦。啊、哦！啊，都无人啊！都即马都听伊讲啊，都吼，唔知安怎啊，啊无分无系啊，啊都失踪去啊！大即马嘛都爱找看卖啊，吼，啊都安尼啊，演演都继续演啊，啊伊都变出名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那么伊日前伊用八大请假啦，世界第一顶哦，伊个即个主持啊，哦。这是有关这个艺人啊，这个哎，这五月天的哟，哦，五月天的伊个拢五月之一的，迄阵啊拢咧唱歌表演的，哦，我即马歌星咧做主持人安尼就对了，哦，啊，这个张贤伟啦，哦，啊，这个事件啊，咱就讲到这结束，或者关心的人吼，啊，了解一下咧，哈，好啦，那。有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阿咱就到这就结束。